只是随便说说你不知道。我妈妈每次都要去菜市场，那是在台北市场是你最喜欢去的。我们买牛排，然后待会就把它放到热水瓶里面加热。我要背上那个牛排火锅。牛排火锅。你是说后背包你们怎么吃啊？啊？你找。你们还有是这样。